您关心三立政治节目正知到了户外开讲，今天移师北台湾，来到淡水户外开讲，要来听听民众最想知道的事情。而现场呢，其实距离开讲还有两个钟头时间，民众已经迫不及待到这边来抢位置，我们带您关心。因为这边的选举讲淡水是五五坡啊，所以我是希望讲这边。民进党提名的何伯文会使顺利来当选啦。我想要看王川七宝王川迄个，嘿啊，啊个看会使看到主持人，嘿啊，看特别来宾啊，啊个上主要是看会使讲听到什么新的消息。好，可以听到现场民众其实是非常热情哦，还帮其他朋友来占位置，除了想要了解呢最新的选战局势之外，其实也是有来看粉丝，希望能见到这个民进党的不分区的候选人王义川哦，而其他他们也都自己带了一些给息，想要来应援呢，我们会持续带您在现场关心。